你喜欢画画吗？我知道一个地方，我带你去吧。来。饿了吗？那我带你去吃东西吧。那个，你的数学看起来是挺专业的。在哪里学的？在东京医学大学。那么你现在是住在东京？是，我和爸爸一起住在东京，但是我母亲以前住在上海。那你的母亲是？是上海人，所以我想画下这座城市。我明天要走了，回东京。对，明天。明天。
给你。Thank you.